情。我们早上来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那个你的家人会带你来怎样上学，对不对？那你上学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有背书包？有没有背书包？啊，你的手上有没有拿便当盒跟水壶？那如果说老师要帮你喷酒精的时候怎么办？可以，可是我看到有小朋友们直接这样子，他们很厉害，直接怎样？往后，然后让老师怎么样？让老师喷哦，就像这样子来，好像帮你喷酒精的，你要怎么拿？给小朋友看，不要，是要帮你喷酒精的，你要怎么拿？全部起，来跳舞了哈！